Hello， 早晨，咁多位，回来啦，又系冇小珍嘅，提真啲啊，系啦，小珍晏昼系咪会翻嚟啊？佢今日都翻唔到嘅，所以有嘢系、okay, 啊，晏昼阿欧都唔喺度啊，阿欧都有嘢忙啊，咁所以就由我做啊财子欧个节啊，好，咁啊，我哋睇下个市先啦，暂时竞价未完咗啦，睇睇先，咁啊，竞价啱啱完。系啦，我啱啱先讲嗰啲盈起股系嘛？系啊，啱啱讲起啲盈起同盈景都有啦。盈景，我选择性想听啲开心啲嘅嘢。系啦，咁啊最开心就应该只1910啦。O K 噶，我真系高开只嘢咧就，哎呀，今日中咁啊就话中期盈利就扭亏、哦，大家要攞 keep 出嚟啦，系就换 keep 啊，个都系。系咯，趁而家去嗰啲咩先施百货啊、永安啊，睇下会做紧特价啦，系咪先？系咯，佢帮衬翻个公司嗰、那个销售净额有12亿，咁啊撇除俄罗斯嘅业务啦，咁嗰个综合销售净额系增长咗60几嘅，啲人真系谂住系时候要买定个 keep 去旅行，系啊，系咯，咁啊，仲要靓在乜嘢咧？希望佢頂得住啦，因為睇個圖咧，佢而家係講緊係18.84咧，其實破咗一啲橫行區嘅阻力喎，都頗係長嘅橫行區嚟㗎。係啊，呢個真係要值得留意一下喎，因為呢個橫行區咧其實就盤整咗大約1年左右㗎啦，係啊，所以如果破得咧，其實上去嗰、那個。力度咧，我覺得相對會大喎。喂，騰訊都勁價扯咗上去喎。係啊，喂，好彩嗰日真係阿 Bruce 同我講話，無啦啦啊跌咗落去嘅時候，好彩走一走啲熊仔啊。哦，係 啊，我估騰訊都，唉，估唔到大家都咁樣好夾，有夾味好濃喎、啊。係咯、啊，嗰陣時阿小珍珍同我哋講啊，佢大摩嗰個 friend 啊，話咧同佢講話，喂，會夾喎、啊。夾淡其實大家都留意緊嘅，估唔到，唉，又係騰訊佢，呢幾日都係佢嘅作怪。但其實你講夾還夾，其實就係夾嘅騰訊啫。個指數咧，其實都未上得翻20000點。係個指數算係未得㗎，指數、你係個股係得只騰訊，即係今日升咗4.2%。個市就麻麻喎，仲係。我覺得700應該有牛嗰啲，一開食咗先啦。大佬啊，幾好又一開始4%俾你先。吃咗先啦，唉！不過如果開到呢一度咧，我覺得反而係可以再睇下，食一下，等回一回低位鬧一次，食半鬧半，會舒服啲啊！唔係直接食一下，食曬佢，食曬佢。我覺得佢開咁高咧，會回一回落去，可能310左右啦。然之後咧，可能再彈高多少少上去50天線。哇，都有啲水位嘅喎，有水位啊！所以我覺得咧，你中意食半牛半又得，你中意即系食晒佢先啦，食晒佢，然后等低位再捞多次咧又得。好。咁呢个势，因为起码就破咗之前一啲反弹顶位啊。咦，腾讯今日嘅竞价咁嘅表现，会唔会令到大家预期会开始又乱咗咧？因为有啲人会觉得美股其實唔係港股呢幾日咧，其實唔係好跟美股嘅感覺。唔跟㗎，，所以我威又係嗰啲賭大細 feel 咧啊！你今日重新嚟過，你估下到底今日升定跌咧咁啊？係啊，呢幾日其實係有少少反覆向下嘅。其實係嘅，港股，港股啊，係啦，港股反覆向下，係啊。但今日騰訊又咁樣喎，唉！但我都是我都唔識話咁樣啦。個港股咧指數，我就開始留意緊，係會唔會可以開始鋪淡倉？我覺得呢一度咧，用周線去睇咧，呢排骨咧嗰、那個承托力應該唔係好夠，我覺得。我覺得之後咧個10周、20周咧，慢慢延伸落嚟嘅時候咧，個指數又開始跌。我諗緊佢會唔會即係期指咧，會唔會再扯多次去到20150嗰啲咧？定係我懷疑佢連20000點都過唔到啊！唔知道會唔會？我咁睇啦。總之慢慢鋪淡倉咯，指數就個港股，我覺得差唔多夠位要爆邊。
啊，系啊，所以大家我睇淡咯，我觉得就唔会爆上面啩。系啊，我开淡，开淡，开淡，系啊，你会唔会夹我啊？阿 Rayson 话好乱，睇唔透。其实系啊，过去嗰个半至两个月咧，成日都同大家讲话冇搞指数，嗯，因为点解咧？你見到美股、港股咧，其實都好分化，同埋啲跨市場嘅走勢咧，好唔配合。嗯、例如同你講緊嗰個美匯啦，同埋十年債息，尤其是十年債息咧，而家係上翻少少去翻2.88左右啦，係啦，接近三。但係即係有睇節目就知啦，一路都話喂。個市場嗰個年底預期息率係去個息率係去到3.5厘嘅，嗯，咁即係話而家成距離咗0.6厘左右，嗯，咁講咩咧？即係市場預期緊聯儲局之後咧會減慢加息步伐，甚至下年會減息，因為嗰度相差咗0.6厘，嗯，係啦，所以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又覺得有啲鬼鬼地個市。所以自己咧就，尤其是指數上咧做港股咧，我又覺得冇著數。所以我近呢個零兩個月都冇做過，反而係炒嗰啲個股咯，係1415同埋70咯。頭先我同正南講話，我睇到坊間有啲媒體話，如果中面咧如果你想抽，點樣部署贏錢啊嘛？跟住我第一個答案就係唔好抽咯，唔好抽咪贏錢啦。你唔抽就贏到錢噶啦，唔抽已經贏咗條街啊！因為個市況就係咁啊嘛，你有時保持現金在手咧，已經係一個好嘅部署嚟噶啦。係啊，我得700升，其他唔升，係啊，有鬼啊！你諗下，你諗下700係即係騰。股王啊嘛，股王而家要賣仔喎，大佬，系啊，好人嚟嘅咩？我唔覺得咯，暫時即系老豆窮到要賣仔，系啊，或者啊，我準備俾人老笠啊，不如我笠咗其他人先啦、啊。我覺得即系麻麻咯，佢雖然話出到嚟用出口術頂住個市先，即系譬如話未來嗰幾季盈利有機會恢復增長啊，唔會賣美團啊。但呢啲冇意思咯，當你真係需要的時候，你就會賣噶啦。唔通你真係同我講情義咩？係啊，係啊。我覺得咧，大家鄭仲講一次啊，呢次咧真係，我覺得仲有呢一兩個禮拜內咧，我覺得會爆邊。係啊，因為其實美個爆落去啊，係啊，因為其實你今日嗰、那個今個月嗰、那個港股嘅波幅未夠。嗯。咁啊，所以大家。開始要啊！如果要做嘢，就要買定離手啊！買定離手啊！同埋時間開始配合，睇唔到由即係今日8月18日開始打後，去到10月有啲咩好消息？係啊，同埋因為第一啦，嗰、個美股啦已經炒上嚟，反映咗拜登嗰個削減通脹嗰個方案啦，嗯、再加嗰個通過咗嗰個晶片法案，咁、嗯、其實大約好似6000多億啦，已經掉落市場。咁個市咧，美股嗰邊已經炒起咗啦。係。咁而家迎接緊啲乜嘢咧？9月就要縮表去到950億。嗯。然之後咧，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內地一個嗰、那個叫咩咧？有一個地區係專做一啲出口商品嘅。義烏係嘛？系啦，系啦，義烏系啦，義烏專係出口去美國嘅。唔得，清零已經搞殘咗呢個地方啦，單都做唔係啦，佢哋都冇意思。係啦，因為佢哋話要局部封咗佢啊嘛。係有鳩嘅。係啊，咁樣所以就話從生外國噶佢咧。係咁樣係一定愛嘅，我都係我認真嘅，真心愛，真心愛，真心愛係啊！你問我真心嘅，真心阻礙你。跟住咧，你封咗個義烏。咁你諗下，去到年底嘅時候，美國有啲節日喎，選舉咧，選舉然之後咧，感恩節、聖誕，嗯，啲單咧 ，suppose 呢幾個月咧係要落噶啦，而家落都遲啦吧，遲噶啦，係啊，但義烏搞成咁咧，你真係話美國嘅感恩節、聖誕節，佢哋嘅貨品咧係冇嘅。嗯，咁如果你小貨品送去咧，一定貴嗰邊。嗯，如果嗰邊貴咧，你就唔好諗住嗰邊可能可以靜靜靜，乜事都冇。係啊，係啊。啱啱、我買貴貨咧，我一定嘈政府嘅嗰邊。係啱啱我都 share 咗啲 news 同正南睇，就係英國7月嘅通脹10.1%啊。
都好金啊！其实伦敦啲嘢都唔平咯。系啊，所以你咁数落去，你由而家开始数到年底，冇好消息啊，全部坏消息嚟。系啊，系啊，系啊，腾讯一开啊，好反复啊。咁啊，睇住佢，睇住啦，腾讯都冇好消息啊，由今而家开始。我觉得今日早段应该都即系继续波动咯，我觉得。波动啦，个市其实咧，恒指一开又呢啲势咧，即系，我觉得佢似系会连续一两周阴烛长棍穿呢个万八点，我似系咁样做。唉，望住个港股真系惨，但系咧做沽又好开心。系啊，即系明知佢冇料到，真系始终缺水啊，好多嘢都搞唔到啊。咁大家向下做容易啲咯。系啊，同埋我觉得同埋你话而家啲嘢平系值得买，咁但系问题就系你呢、這个港股呢排嗰个 range 咧都行得够耐啦，咁冇理由平货抌喺个街度俾足时间你慢慢执噶。系，即系我某啲嘢我偏向淡啲咯。小珍话。小珍咧，小珍今日唔喺度啊，系啊，有我同阿 Bruce 啦，系，咁啊，睇下有啲咩睇下先，一九一零睇下定得住先，哇，仲定得住、啊，7%，系，哇，破顶、啊、就嚟，哇，乜就嚟破顶、啊，连破两个顶，好劲啊，系咯，嗱呢只要夹啊，呢只真系。系啊，呢只唔使抌春话捉唔到啊！呢啲咁样破顶咧 ，suppose 有一个升浪咯。系啊，咁讲下咧、那个恒指又好多股都跟住插落嚟啊！其实睇下点啦，6128睇下先，6128呢排好强啊！头先我哋见有啲 group 友都喺嗰度抌出嚟咧，话即系美股嗰边哇，但系嗱不过呢啲我估你升得咁多系你要适当回调都好正常啫。系咯。系啊，佢而家落在平台位啊，咁大家睇下咯。系咯，而家成交都唔大。不过因为呢排咧个市咧，真系都大家都好热向操作，大股咧就买向下，咁啊细股就买向上。系，所以大家留意啦。哦，咁而家港股反复啊，睇下仲有啲乜嘢特别嘢可以睇下先。系啊，要讲下个 FOMC 啦。系，咁嗰个会议纪要咧就话，估计要一个相当长嘅时间先可以解决通胀问题。咁息口咧要升到具阻吓性嘅水平，先可以压制通胀。咁阻吓性即系阻压性嘅息口系。咁啊，持续加息咧系必须嘅。咁当呢个通胀受控咧，咁嗰个加息步伐就可能会放缓。咁呢个就系嗰个会议纪要大概讲嘅嘢啦。系。咁啊，而家市場都講緊啦，話預期年底個息率去 3.5 厘，但係咧，以美股三大指數嚟睇，其實咧反彈得咁勁咧，其實嗰邊嘅嗰個樂觀情緒咧，其實真係已經去到好敏㗎啦。即係你炒到咁勁，純粹因為多錢啦。頭先都同大家講起，咁啊。有一樣嘢就係值得留意，就是、下個禮拜啦，下個禮拜。一年一度 Jackson Hole 啊，咁樣就 Jackson Hole， 咁樣呢個咧就要睇下咁多位聯儲局委員嗰個講話，睇下又數下飛咯，幾多個放鷹，幾多個放鴿咯，係啊，放鷹係啊，放鷹定放鴿咯。而家話放鴿咧嘅藥效已經低咯喎，哦係噶，因為啲人話已經聽到，唉，哦係，因為。都唔理嘅，現實脫節咯，我覺得係叫做我出到街度個感受，你同我講好似唔係好一樣。係啊，所以咪話咯，即係佢哋嗰邊係質，之前咪講啊，覺得個市場係質疑聯儲局壓止通脹嗰決心啊嘛。係啊，實我覺得個市場係講緊呢樣嘢俾我哋聽咯。係啊，所以即係我覺得係所以偏淡我係就係咁解，我暫時睇唔到啲咩好消息嘅，依然戰爭繼續進行緊，我覺得冇可能天下太平。係係啊，先啦，睇個市就反覆喺19900點度啊。係啦，咁啊都其實都係正嘅呢啲，都係正的，因為咁窄幅咧，爆邊好和味。
兩三日就俾你食千零點，可能我覺得差不多要。我實講我自己開緊淡倉嘅，啲指數淡倉我開緊。呢鑊我覺得都有大茶飯食下，係嘛？我覺得都有大茶飯食下，係啊！大家留意住啦嚇。係。咁啊，今日仲有啲騰訊業績咯，騰訊業績就講緊嗰個收入啦，跌 3%， non gap 個盈利咧就跌 17%。嗯。咁啊，盈利嗰度咧就其實連跌咗四季噶啦，但係咧跌幅開始放緩。嗯。所以咧，個 ADR 咧升咗。昨日啦，升了3%多，去到313元左右。嗯，咁連帶700今日就嚇，即係即刻跟翻啦。但係咧個升勢咧開始回啦，所以就話咯，一開要即食。係、啊。跟住咧，但係頭先快到你啊，其實一下子都係啊，一開要即食，然之後咧，你覺得即係你俾我睇咧，其實我覺得佢仲有得上下嘅。嗯。一開即食之後咧，回落少少咧，我覺得可以留翻啲牛。嗯，咁样做，但你要短咯，系咪啊？要好短咯，系短啲，系啦。而家我都，而家我估大家都仲系未入场住噶，系嘛？仲睇一睇先。未嘅，系啦。但系如果以700嚟讲咧，其实嗰个 P E 咧，相对美股嘅科网股咧，其实就几平嘅，真系。嗯，得十倍，十一倍左右。咁所以守得住。300元咧，其實都有一個反彈浪可以睇下，我覺得有機會可能彈到最多啦，330左右啦，係啊，即係呢只騰訊。然之後啊，睇下啲外股先。係。你710就啊，尋日小弟喺屋企嘅時候就可以睇住嚟食呢只嘢。嗯。710，呢只嘢就。之前跟大家講啦，呢一度震倉，我就大約喺17.9左右咧就撈翻，咁啱啱好去到19.6左右咧就啱食到。嗯。咁但係呢只嘢我又覺得睇落好似未死嘅，我覺得似係純粹玩啲大震咧，然之後咧再整固就開始上。嗯。呢只我又繼續睇住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係啊。呢強勢股五一四冇咁容易玩完，就1415咯，係啊。1415我都撈翻啊！1415，我係喺15.9左右啦，15.9。之前同大家講呢只嘢喺早幾日啫嘛，8月15日下午嘅時候咧，一下午大約係呢一棍，睇下先啊，8月15日。嘅1:30左右啦，嗰陣時睇到有一棍咧，突然之間好大成交，咁升咗上去，即刻追，咁啊15.9、16元又有買咁樣，咁而家暫時坐住先咯，入翻場，咁呢啲股咧又係強勢，慢慢可以磨上去，大家留意住啊，1760，之前台講嗰只英恆咧，因為我之前有次 YouTube 特登同佢揀，同大家講話。自己揀只炒啊！高位電子，英恆加埋只京東方，三隻自己揀只炒，係啦。咁啊，我真係 hold 住呢三隻去炒嘅樣。係啊，所以市況差嘅時候反而有個股炒。其實呢個叫做咩模式咧，已經維持了一段日子嘅啦，即係強勢依然強勢。係啊，你弱勢嘅，你想留底，其實永遠都冇乜好著數嘅。係啊。咁啊，所以冇計，所以只能你去嘗試接受下佢咯。咁控制住嘛，我覺得係 OK 嘅。做呢只嘢啊，長飛光纖係啊，呢幾日正長飛，張飛真係長飛，係呢只又真係開心呢只。張飛啊，呢只都呢只我都跟到呢只，係啊，好彩呢只嘢。有啲料到啊，大家可以講下，係咪頭先忙緊買嘢啊？係咪啊？快手啊，快手可以沽啦。快手冇啊，大佬你其实嗰单腾讯卖美团卖仔事件咧，其实佢就有一个更加份量重嘅要可以沽嘅就系呢只嘢啊嘛。系咯，咁啊呢只，所以琴日佢完全弹都唔弹啊，其实。
因为佢话，哦唔系，佢买咗沽，点睇咪揸住咯？我觉得揸咯，我觉得系正确方向咯。啊，继续揸咯，系啊，系啊，最好最好今日大成交沽埋落去添，因为你见到嗰个成交早前日开始越嚟越大，所以好得意噶，嗰啲沽嘅时候咧，每日嗰成交越嚟越大咧，沽嗰力度越劲，嗯，咁就之后咧嗰个跌浪咧就越深。嗯，呢啲又正，如果有沽就揸住咯。睇下六八六九正啊，系呢只嘢真系。系。好典型嘅嗰啲叫做咩啊？好典型嘅形态，慢慢震一震之后收集波幅，大成交上。诶，你讲住先啦，我 call 个电话先。Okay? 好啊，好，转头回嚟。咁啊。咁得我同阿 Colin 傾住先啦。喂 ，Hello。啊 ，Colin， 點啊？近排炒咩啊？近排真係冇咩。美股炒美股多啲啦。係啦，都係美股啦。美股而家港股咁難玩，講真。即係你係啊，其實難玩啊。即係難玩少少啦，但係就、啊、不過都都有啲睇下嘅。你哋而家講緊嗰啲。即係中小型嗰啲啊嘛，係啊，都可以睇下，但係就而家好難啊，好難落手。不認真啦，我自己嘅睇法咧，係美股嗰度咧，之前炒曬啲大價股啦，係啲大價股全部炒曬，而家輪到去中小型股咧，就真係個反彈浪嘅尾聲啊！我覺得通常係咁噶，嗯，第一浪一定係炒大價嘢先，係又慢慢數到落去細價，港股都係咁啊，之前。科技股開始係嘛，個吹騰訊啊、美團啊，全部逐個炒啊嘛。係。然之後就到邊啲咧？汽車炒到汽車，嗯、汽車之後咧，內房。內房，跟住就再內房之後咧？再內房之後，醫藥。啊！炒翻轉頭。二二六九嗰啲。O K。二二六九之後咧？體育股都有幾下彈嘅。哦，咁啊係。即係你數下數下咧，咁樣就開始數到個水尾出嚟。所以美股都係我覺得同一個情況，可能即係去到中小型股咧就差唔多。差唔多反彈。差唔多叫做反彈完。係咯，完結呢個反彈。因為你嗱、嗯，你諗下，如果你炒完大價股，咁大價股係指數股啊嘛。咁你指數股唔開始炒咧，去炒啲細價股，咁、那個。指數的動力就會開始小了、啊啊、指數股現在這陣子 都頂了很多，即是沒有動過那麼厲害，是啊，完全是啊，所以是、啊、都是啊，我們都跟他們說，即是我們都跟觀眾說、哎、我們都準備空軍，是、啊、準備是、啊、空軍準備是啦、啊、準備了已經是、啊、即我相信港股這邊都是啦、啊、嗯都係有呢種，我都準備緊啊，係啊，好似我呢啲咁樣都準備緊。不過港股就難睇啲，因為佢已經好似都冧咗啲咁樣。佢其實佢咁樣冧仲好，係咪啊？快啲到底啊！唔係啱啱好咧，喺啲支持位咧，窄幅一陣咧，我覺得跌可能兩個禮拜，用周線去睇，可能兩支大陰燭落去。我覺得佢二千點啊！唔好計我出出入入啊，各位係啊，好狼啊！真係咁狼，即係我見佢呢度呢個底好似都硬硬地啊！佢都即係好狼，邊個底先？邊個底先？嗱，佢而家講緊195左右咯。係啊，跟住我希望破195之後咧，穿萬八嘅。你睇翻騰訊咁樣，騰訊都穿嚟穿去都係二九幾，咁都係落唔到。唔係我係覺得我覺得我會睇19500係一個分水嶺啦。無論佢有幾大支持或者冇幾即係唔夠支持又好咧，總之一穿咧，我就覺得就沽。有好多人其實會忍到咧，等呢個位置，即係如果佢彈咧，就繼續等住先咯。係啊。跟住有人問啊吳浩文就話點睇美團？昨天紅了昨天什麼位置紅、啊、什麼位置紅我想他都現在在虧了現在美團在夾什麼今天彈嘛彈了跟著彈騰訊嘛開波彈我覺得幻覺來的是、啊、我也覺得幻覺來的認真我也覺得幻覺我覺得他都是山西豆腐隊一員來的是啊你是啊還有可不可以說一下哪隻紅你價位在哪裡是啊
边七行俾个 number 嚟，跟住收回价大概几多啊 ？sorry 啊，同埋几时买？最紧要呢啲，我觉得收回价够远，可以你可以摆长啲都仲可以睇下。其实系啊，不过我估大家呢期应该都好近噶啦，呢啲收回价，我相信。同埋你冇肉食噶，你唔收回价近嘅话，我觉得好弱啊，佢反弹。因为腾讯即系讲翻啦，即系澄清翻话冇打算减持美团，但系咧美团嘅 ADR 咧就即系可能寻日就升咗 3%， 咁今日就翻嚟就跟翻咯。但系咧，我觉得 3% 唔好埋，佢答咗你啊，65979啊，65979，三毫子咩价睇下先？喂，$180啊！180爭七蚊，好容易出，好容易係咯，有機會打我，有機會啊，有機會啊，因為佢，我覺得你轉翻遠少少190蚊咯，190蚊咯去到，係啊，咁樣有啲危險，係，即係如果我睇你佢睇佢重唔重貨咯，即係你預咗少少預咗打嘅就有，但係係咯，即係好多人都係咁噶嘛，入買少少咁買好近，買少少啊，我打咗就算數啦。但係調翻轉咁講，你明？即系你觉得机会好，即系打嘅机会好，但系你咪企定定俾佢打，都系同埋咧，系操作噶嘛？即系佢觉得，唉，呢个咁少钱，我都系博佢嗰几廿倍嘅杠杆，几多倍啊？呢度杠杆系65979，杠杆呢度睇下先啊，14倍，系咯，我14倍系都个股嚟讲都算差唔多，都算高噶啦。不过我觉得你拣。系咯，阿吴浩文，我觉得你应该拣啲190蚊噶啦，即系你冇能企定定俾人打啊嘛。都系企定定，我哋而家其实系佢而家输几输输紧诶七格咯。唉，七格都七格，其实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啊 ？On percentage 都唔少，唔少都唔少啊，都唔少。但系真系危险，因为危险啊！美团太喐，一喐就嗰10蚊真系用乜嘢喐到？系啊，同埋用途睇啦，你180蚊，其實都唔高得過8月16日嗰支陰足嘅頂。如果你睇佢係，其實佢而家形態都睇噶嘛，每次反彈嗰個頂都低過之前噶嘛。係。咁你最起碼嗰個收回價或者指示位應該係安全位啦 ，at least 高過之前嗰個頂咯。咁係啦，認同啊。即應該咁樣睇啊嘛，睇圖表就應該係。不過，唉，而家冇啊個市咁，呢個市大家都係搏到盡啦，都係即係好近價咯。大家都係噶咯，大家都係。係啊，係等沽咁樣，等好似等出壞消息咁啊！我覺得個走勢係噶，其實頭先我數唔到好消息啊！真係係啊，全部都壞啊！而家就係衰在，所以點解大家都咁淡啫？同埋即系唔系因为数到啊，即系之后由而家开始之后咧，系唔会有好消息。点解咧？第一即系中美两边啦，习近平同拜登，其实只冇计倾咁滞嘅。你而家唯一寄望嘅咧系之后嘅 G20， 可能中国同可能习近平同拜登可以短暂咁见面，但系咧。中間咧，因為之前阿西訪台之後咧，其實好多嘢都停曬。咁加埋頭先同阿 Bruce 傾起啦，內地義莊咧係義烏嗰度咧係專係做一啲出口貨品嘅。咁 suppose 啲訂單咧係應該要落曬噶啦，但義烏嗰度咧而家係開始講緊要封局部性去封區，咁變咗咧。之後送貨嘅訂單去美國咧，其實 suppose 係減少啦。咁美國嗰邊年底啦，年底係最重要嘅對美國嘅消費嚟講，因為感恩節啦，聖誕感恩節同埋呢一個聖誕節。咁好啦，如果我感恩節同聖誕節咧冇美國嗰邊咧冇商品物好賣咧。咁其實對當地嗰個消費咧係好有影響嘅，所以咧變咗咁樣睇嘅話，數下其實由而家開始睇咧，其實冇乜好消息咯。啲壞消息就逐個數到出嚟啦。係，係啊。不過有咁講咯，啲壞消息都好成日都有個咁嘅感覺，就係啲壞消息好似出曬啦啩，即係
好像冇得再壞了啩。因為有些新聞咧，就係你見得好細，但其實很影響之後的發展。例如我剛才講嗰個義烏啦，其實我以我留意咧，其實都比較少人講嘅。嗯，係，但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差嘅種子埋下先，嗯，然後幾個月會反應咯。嗯，所以但而家呢一刻有個炸彈仔住咯。嗯，係啊，咁樣解咯。咁啊，所以係咯。係啊，所以都明白大家都會買熊仔嘅。係啊。係啊，啱嘅方向正確。咁咯，跟住跟住 ，Eva 有人，咦？佢又话入咗36900，系嘛？哦，睇下啲航运股先。哦，好。喂，跌得靓啦，真系航运股。大家唔好买啊！吓，航运股买嚟买去最好都系1138嘅啫。唉，哇！佢呢个好靓喎，系咪好靓喎？系咯。整固收窄波幅再破位长，呢一只咧嗰阵时系呢一只咧嗰阵时同大家讲过，嗯，睇探所有航运股，唯独呢一只，点解咧？嗯，点解啊？我想知点解？因为咧佢系专做混油同铁矿石嘅。哦，咁样咧，早喺7月中嘅时候咧，同大家分享过一个 news 啦，嗯，就系话澳洲同中国开始開始就呢一個鐵礦石嘅計價，嗯，已經開始有第一艘以人民幣計價嘅鐵礦石船咧，由澳洲抵達去內地嘅日照港，所以咧就憧憬緊咧雙邊嗰個人民幣計價嘅鐵礦石貨運船咧之後嗰個活動越嚟越多，咁佢就食正咗咯，嗯，同埋中澳嘅關係咧近呢幾個月，因為澳洲換咗總理啦，其實中澳嘅關係咧係有少少緩和嘅。所以咧，佢嘅生意咧之後咧係憧憬係會越嚟越多，所以喺咁多隻航運股入面咧，佢就跑得最出咯。即係以近期嘅走勢嚟講，即係我係咁睇咯，係啊，都係嘅。嗰啲能源嘢而家都應該企得硬淨啲嘅。義烏只係小商品啊！你知唔知義烏咧？做最多係咩啊？即係美國。是選舉啊，選舉的小商品，即是美國的佛旗仔啊、戴帽啊啲咧，11月就選舉噶啦，你咪試下到時冇咯，咁睇下佢點選咯，係啊，都啱嘅，咁咪睇下點選咯，轉個頭咧，到時候就會出 news 啊，美原來連呢啲咁少嘅商品都要靠中國咁樣，咁到時啊啲頭版頭嗰啲頭條咧就會講呢啲嘢噶啦，實係攞，大家會知啊，嗰啲新聞嗰啲 headline 係咁嘅，咁樣之後又嘈一輪噶啦，跟住又陰謀論啊，大陸特登要封咗佢，實會啦，令到你冇大冇奇蹟，即係咁樣啊嘛，係，所以啊。難做啲啦，難做啲啦，難做啲啦，係啊，講真，真係成個航運股板塊俾你搞彎曬，冇啊，全部咩都冇乜邊個板塊唔彎啊！而家即係睇落去真係，係啊，全部都係個股自己威咯，係啊，個股自己威嘅咋，係啊，而家冇啊，全部諗唔到，係啊，諗唔到。跟住就睇下先咯。盛康話冇小珍係啊，小珍今日係咪今日佢請假係嘛？佢請假。好似係啊，因為呢排呢排咧，好似逢星期四，小珍都好似有啲活動，係啊。冇小珍喊唔好喊咧，唉！唯有去 IG 就叫佢翻嚟咯。係啊，招雲。招魂招翻嚟，喂，想讲咧，系，寻日揿过只招魂，揿嗰只嗰只招魂啊，嗰只好似做清洁剂，哦，杀虫啊，驱蚊嗰个6601 ，OK， 哇，好正啊呢啲图，如果有熊仔啊，有 put 咧，真系
即係買大注啲沽落去。呢啲勢咧，遲啲就又係大陰燭落嗰啲樣嚟嘅。6601，不過可惜冇咯。招魂，招魂好搞笑，招魂。係啊，即係就咁聽，就咁聽都好搞笑呢只嘢。啊！頭先阿 Colin 問起點解睇好只1138，應該頭先講一輪啦。咁都係要開一開嗰單新聞出嚟。有啲咩新聞啊？佢他 search 唔 search 到先？哦哦，好啊。咁啊，講咗咁耐啦，咁其實而家9:55，好，咁啊就去個 break 先，轉個頭就再同大家見，好，好，拜拜。大家好，我是 Ursula， 今日嚟到搞搞震系列嘅胡说八道一分钟，呢、這个个名叫咩？其实我都唔知咩嚟嘅，佢哋叫我乱噏一分钟。而家咧我就抽一个问题，哇，好紧张哦，佢哋真系唔知咩问题，唔会太尖锐嘅嗬。最睇好同最睇衰嘅股票，哇！哇！我唔敢亂講，大家都知道我係嗱，大家都知道我係有 Up TV 燈神嘅稱號。我最睇衰，我呢排最睇衰一定係3800噶啦，都成日都講噶啦。唔好買啊，大家千祈唔好跟我啊，千祈我唔希望佢，我唔希望佢升噶我。嗱，其實都合理嘅，我反向噶嘛，佢升係啱嘅。咁我睇佢跌，佢跌我都係啱嘅，點我都係啱噶啦。我諗美國嘅中概股認真，美國中概股梗係睇好啦。尤其是滴滴啊，都退市咯，仲有咩好睇啫？系咪先？一定系好嘢嚟，记住睇 Up TV。Hello， 大家好，我系莎莎，欢迎嚟到搞搞震系列。佢哋夹硬就要逼我要抽一条问题，跟住自己 up， 睇我抽到啲咩嘢先。希望佢哋唔好做我啦。哇！喂，最喜爱同最讨厌嘅 Up TV 节目。唉，我最喜爱的节目当然就是今日炒咩啫，同埋俾人 cut 咗嘅莎莎，唔系股市莎莎群啦，唔同嘅嘉宾啦，咪去相处啊，同埋去倾下偈啊，咁样大家就互相交流下感情啦，我都几挂住阿 Alan 哥啦，阿 Rafi 啦。Gary Sir 就好在仲有一點鐘黃家駿嘅節目，我搶咗翻嚟啦。咁無啦啦就要同正南做節目，咁啊做咗呢一個嘅今日炒咩啫？咁都開心嘅，因為都正南都係一個比較正氣嘅人啊，即係唔似黃家駿嗰啲好邪嗰啲咁樣啊。最憎嘅節目咧就冇嘅。冇嘅 ，Up TV 個個節目都好好睇噶，所以唔記得睇今日炒咩啫啦，係咪得啦？上几集咧就讲到李嘉诚家族嘅故事，咁上个月咧佢嘅家族又有一啲出售英国资产嘅消息出嚟啦。喺三月份啦，佢哋家族咧就出售咗英国嘅资产，包括咧一栋名为系 Five Board Gate 嘅甲级写字楼，以及咧就英国嘅 UK Power Network 嘅电力公司。咁按公司嘅公告咧，呢两宗嘅交易价格分别咧就系12亿同埋150亿英镑啊，合共咧套现超过800亿人民币噶。咁呢两单新闻出咗嚟之后咧，好多人又开始提到李嘉诚逃离英国，但系事实又系咪咁样呢？透过梳理公司公开的资料同埋财务数据啦，就睇下成哥嘅资产到底系咪真系逃离咗英国噶？喺数据上边嚟睇，成哥咧喺英国嘅资产都系集中喺长和集团嘅。喺2015年至到2020年，集团咧每年嘅收益系大概600亿至到800亿，六年之间咧赚咗超过4574亿嘅收入噶。能够创造咁多嘅收入，主要系因为李氏家族喺英国嘅资产系非常之多噶。
除此之外，李家另外一个的核心主体长实集团旗下主要经营地产业务，并且是同时拥有在2019年收购的英国酒馆 Greenleaf King，咁每年咧能够提供大约100亿嘅收入噶，李家每年咧其实都可以从英国得到嘅收入，分别咧就系长和嘅700亿同埋长实嘅100亿，合共咧喺英国咧其实系赚咗800亿噶。咁讲完每年嘅收入之后，而家就同大家睇下成哥喺英国主要持有嘅资产啦。除咗今年咧卖咗嘅配电公司之外咧，李氏集团喺英国酒馆嘅 Greenleaf King 咧，李泽巨啊，其实指集团咧现在都系继续收购紧呢一类嘅酒店资产噶。当然啦，李嘉诚喺英国咧，仲有一啲零售嘅业务嘅，而且最重要嘅部分咧，其实系喺基建同埋能源方面，大家咧都可以睇一睇以上嘅图片噶。咁除咗配电公司系出售紧之外啦，咁剩低嘅一啲公司，包括一啲天然气配送、自来水供应同埋客运嘅货车公司等等啦，每年咧可以创造800亿嘅收入，实在咧都系一笔比较大嘅资产嚟噶。根据金融时报嘅资料总结之下咧，其实李氏家族咧喺英国天然气嘅业务系占整体市场约30%，供水业务咧就占7%。电信业务更加是超过40%，以及到英国的码头业务就占超过30%，再加上收购的客运货车，可以见到李氏家族在英国的资产其实是非常之庞大的。李嘉诚曾经拥有1/3个英国的说法就更加清楚了。喂，回来啊，啱揸个水，啱揸个水，好耐喎，你个水耐啊，仲有啲沙沙石石咯，哇，咁样，因为头先讲系啲沙沙石石啊嘛，沙沙石石，系啊，咁啊就同阿 Colin 分享咗嗰单 news 咧，即系诶，因为讲起只1138，点解诶咁，我自己觉得睇从呢单 news 4个礼拜前7月22号，嗯，点解成个航运股全部睇淡，净系睇好只1138咧？其实有单 news 喺呢一度，澳洲咧。铁矿石业交易主动用人民币结算，嗯，因为我见到咧，其实一睇就知啦，大家知道炒商品要睇股嘅就是必和必拓噶啦，嗯，出名噶嘛，嗯，七月底嘅时候咧，就主动同大家讲用人民币结算，咁佢就话啦，喺全球贸易中，美元可能已经成为过去。因为澳洲的铁矿石行业欢迎这一种新的支付方式，嗯，先不论他说的东西是不是成真，之后可能10年20年之后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嗯，但你见到一个商品的龙头讲句这样的东西是绝对真的挺好的，这个消息，嗯，即是用人民币计价，嗯，1138就是专做一些呢一度睇到啦，用 Ethernet 俾大家睇佢個介紹啦。其實佢就話咧，從事呢一個中國沿海油品運輸同船舶出租，咁呢度其實就未講得曬嘅。咁其實1138仲有一 part 嘅業務咧，係做鐵礦石嘅船運，咁。見到啦，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 ，suppose 內地嘅相關嘅航運股係受惠到呢個趨勢嘅，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咁多板塊入面成員咁，即係板塊入面咁多隻最好咧就係只中遠海能嘅，嗯，係啦，咁啊，咁的確係啊，咁個圖又靚係咪先？是啊，我见今日新闻数据都显示，虽然嗰个波罗的海嘅指数系结束啲连跌啦，咁但系，大家都依然都系睇好有呢、這个有咪有呢个因素嘅中远海能啊，比较睇高一线嘅。系 啊，其实系得呢系得只中远海能嘅咋，你望下只316，一拍掟得几靓啊，1919啊冇。已经变咗炒股啦，咪即系，虽然已经不嬲都系炒，垂死挣扎。嗯，跟2343，你睇啲咁嘅样，每逢弹嘅时候咧，好多啲咁嘅大阴烛，
買一名是趁彈的時候沽貨，嗯，另外一308海風哇仲衰，嗯，海風業績，海風之前業績好像很厲害，隻隻都厲害，1919都是的，都厲害，不知道，賺幾倍這樣，但是我覺得已經是反映緊以前的數咯，即不是說再看好未來的數那麼好咯，還有一些周期股啊，1171最靚就是它了，煤炭股，跟住1088核突啦，1733炒股入面冇力，3948反而3948可以望下喎，3948。咁我自己咧都系同大家讲，我自己比较系淡啲嘅煤炭股，但唯一一样嘢就系话，因为始终全球嗰个能源短缺咧都仲存在嘅，所以咧可能个煤价可以喺高位运行，但系咧个煤价可唔可以再好似之前咁样啦，升以倍数升咧嗰个煤价，我系觉得怀疑嘅。咁所以咧，你見到係一啲炒股開始1733咁樣落山法咧，我都覺得唔係好事，係得翻啲比較出名少少嘅股，可能1171啊，即係煤炭股入面比較受歡迎嘅1171咧，就會有啲資金去睺下。但其他啲1088啊、1898啊、3668啊，或者866啊，都走弱咗。所以就個別睇咯。好啊，有冇恆紅介紹？有啊，想遠定近先？係咯，遠定近先？係啊，想刺激啲定係點先？係咯，近啊近啊，我想要近啊，近啊，我想要近。哇，204會唔會太近啊？大島變李嘉誠，好遠啊，係咪？個人覺得好遠啊，204係咪大島變李嘉誠先？係204真係好遠啊，變得。我真冇乜近红喎，有只系咪叫中中地咧？63394咯，63394，204咯，变得好远啊啲啊！我都系觉得都近噶，尴尬，尴尬，系啊。不过呢只，所以我唔可以叫我近，因为早两日咧，我开嗰啲红咧，都系差唔多，都系差唔多啲收回价。嗯，系啊。咁我开嗰只咧，就系呢一个。64012啦，64012，咁204收回，咁就換股比率12000:1，我買呢啲咯，早兩日真係彈上去，我都係咁開嘅，尋日我都係4200買咯呢只嘢，尷尬咯，你嗰只又冇話唔得嘅，而家又去到人生交叉點啊，而家因為市咧又。少少 jam 住咗，63676咩嚟噶？哦，咩嚟啊？呢个都系恒红嚟嘅，都系12:1。但系收回价，我可唔可以请教你？我唔系好，我其实冇乜点留意12同埋12:1。咁样嘅，好简单。12:1咧，其实你抹咗呢几个小数位，呢几个零啦，就意思就系话恒指。每喐12点，佢个价格就升跌一格咁样。咁有啲咧系12:1咧，就系恒指每喐10点，咁佢就升跌一格咁。所以未话如果12:1嘅熊仔，就敏感过12:1嘅熊仔咁解咯。O K， 系啦。而家恒指突然之间有准备出乱剑乱斩嘅势啊！系啊，又嚟噶啦，个市又嚟啊！大家红军就啊！攞定盾牌先啦，攞定盾牌咯，戴定头盔先。即系我觉得即系做熊仔咧，做姑咧，真系要挨斩啊！用审嘅策略啊，系你唔好话呢一下我带住啲买啊，我觉得系慢慢审咯。但系跌落去你又唔好话买唔够货啊，即系抌春啊咁。我见有啲嘉宾都会讲啊，其实大部分时间你都系要睇啊，犹豫下，怀疑下，你真系对。方向好清晰嘅 moment 咧，其實都唔係好長嘅啫，可能佔你成個操作入邊咧嘅時間咧，可能得個幾 percent 嘅時間係你特別清晰啲啊，你睇得最準咁樣。大部分反而係咁諗，你嗰個方向啊，其實都仲係清晰嘅。嗯，爭因為
爭在嘅係分別喺邊咧？就係、是、策略。係。我諗冇人會同你講我睇場嘅。我諗大家好清晰都係睇下。係啊，因為清晰睇下，但係做法問題係唔一樣咯。有啲人一注、一注獨中咁樣，想滲落去，我中個高位。跟住就可以大沽落去，諗住賺大錢，但係唔係咯，即係熊市又我用審嘅策略咯，係係啊，呢個睇下啦。如果佢夾上去真係穿今日嘅叫做咩啊，暫時嘅高位咁就真係走啦，係棋子啊，當然係指引。咁啊不過真係氣氛我 feel 到唔係，我覺得邊其實我覺得邊已經開咗少少噶啦，係你覺唔覺得美團被沽全部？其實恆指的邊已經開了少少，開咗少少，因為呢排已經是反覆向下，同埋啲夜期咧成日做埋啲你做你根本就你想做但你做平時做唔到嘅嘢，同埋夜期咧見到個成交真係好少，夜晚倒恆倒期指嘅仲少過之前，係啊，咁呢期係晚晚你都係你如果你係有睇開美股，跟住睇下港股夜期，你睇到其實美股係。好開心啊！無論向上向下，但係港股都係好鬼有矜持咁咧，百零二百點嘅夜期喺度喐緊啊嘛，係啊，咁所以我不斷審視緊而家你話發生緊嘅一啲因素，咁冇乜點特別大利好啊。最近你業樓咯，出下口述，美團被沽，咁啊呢啲比較明顯啲嘅壞消息，跟住就。通關咯，冇啦，冇啦，通關都仲係三孖四，大家都當唔係真正嘅通關添啦。係咯，因為其實三孖四你都係唔會去旅行。係啊，就算你七日翻嚟，可能真係要去到七日嘅居家隔離嗰啲先有啲意思。係咯，係啊。咁睇下啦，咁大家講八八睇下先，都未碌過咁。講八八啲嘅好似唔關佢事啊，佢覺得啊，讓嗰個舞台俾美團同騰訊算啦，冇人理佢就好核突，因為呢啲先正，冇人理佢嘅時候咧，你開紅佢係可以跌俾你睇嘅。係，我不如睇下我哋呢排嘅股王。呢啲正九四一嚟，好勁喎佢，唔出事啊！藍其實有啲人話可以做 put 或者沽紅嘅喎，我又唔傾向咁做。唔傾向咁做係嘛？呢只唔傾向咁做，呢只真係有錢買。點？因為咧佢嗰個息率咧喺嗱佢盤數咧真係好穩定，每年賺1,000,000。冇记错好似系收入啊。开翻个纯利1,000亿系啦，1,000亿。咁上年就上年啊半年度系咯，半年度2022年六月止半年度。700亿纯利，咁好稳定嘅，每年都大约。1,000亿啦，2021年純利1,100亿，2020年1,078亿，年年都系赚千几亿噶啦。呢啲就真系好稳定咯。即系如果喺呢个情况下，如果世界咁乱啊，经济又环境唔系咁好啊，大家都系要上网嘅，系啦，大家都要上网、啊，跟住息率咧百厘，即系仲有边只好？其实中联通都有啲长期 fans 支持下，其实电信股呢排都系唔错噶啦。系啊，唉，不过我记得一年前咧，定两年前我就买中移动咧，嗰阵时我系赚息输价咧，我嗰阵时印象好深，所以我冇再掂过佢。所以我都系不嬲几中意佢。阿 Andy Chow 啊，嗯，听我讲嗰只1183，1183定1183啊？1183定1138啊？周远啦，周远兄弟，系咯。奥林系咯，奥林今日琴日大军落咪咯，1183。嗱，你话如果你话我推呢只咧，1183咧就唔应噶。你知道呢个唔系呢只唔系只属于一个台噶咋？系啊，我唔应噶。你话我推呢只，我就讲呢只啫。1183，但系之前我哋讲嘅时候都系或者因为佢波浪大啊，系啊，真系又系要绑定安全带啊，即系海盗船嗰啲咧，晾下晾下。系，不过守得云开见明月啦。系啊，系啊。1108有冇机会突破洛阳玻璃？唔系好睇到有啲咩行业上嘅利好、啊，因为见到内地嗰住宅动工啊，都唔系一个大
即係冇乜變動咯，同埋甚至係跌添啦，係咪先？內防咁差。哇！正男先燒呢啊，好勁啊！新秀麗1910，頭先你有冇睇過啊？你都撳下。有啊，1910一成半哦。啊！結神啊！但認真，千祈唔好，千祈唔好覺得 miss 咗。轉個頭呢啲咧，回一回咧。要買啊！呢啲係啊，呢啲因為佢爆咗兩個爆大阻力位啊，係咪先？係啊，一日之內喎。係啊，起動啊呢啲啊，喂，仲要唔止喎、啊。喂，睇下我哋香港代表股嘅呢個國泰先。喂，要數咧，其實佢哦國泰算啦。喂，要數咧，應該數到去2019年5月喎、啊，嗰陣時穿位穿咗20蚊。嗯。三年大底喎，新秀麗呢只要睇啊，呢只追到我追到得，追到得。我去等佢落一落先，睇下有冇啲靚位再有。係，唉，跟住之後再買翻個靚夾，如果贏咗錢嘅話。我睇少啲三年大底啊。你有冇買？你有冇新秀麗夾？冇。其實貴我係冇啊，可能有冇啊？我你講個夾啊？夾係咯，夾神。我有冇啊？好似有一個。哦，都我哋可能好多器材嗰只夹就抵玩 combo 嗰啲啊嘛。哦，不过好衰啊，听新秀丽有咩？新秀丽咪出夹咯，唔系佢有出嗰啲 combo 啊？唔系，即系佢本身硬正啊。哦，而且咧，不过佢又衰啊，听讲啲机场员工咧特别会招呼佢多啲啊。嗯，即系佢见唔系我听嗰啲人话咧，你见到新秀丽咧特别掉得特别狠，点解要咁做先？受苦。你乜嘢乜都唔系噶，真系噶，你谂下，靓夹喎！我系嗰、那个运输带人啊，或者系嗰啲负责运输，我都啊落多几脚，用多少？新秀丽系好名牌噶，好贵。名牌嚟噶，好名牌嚟嘅，都明明地嘅。之前当佢系，但我都唔系好熟悉佢咁。即系嗱，以我即系我自己主观啦，我觉得唔算系啲咩名牌，但系对出面市场都算系一个名牌。佢系觉得系。Gap 界入邊嘅 LV 啊，係咪啊？咁講咯，但 LV 有 Gap 嘅喎，都有，即係意思係 Gap。咁邊個明啲啊？唔係，即係你要做 Gap 嘅話，佢當然係佢，即係佢做主要中意做 Gap 啊嘛。係咯，我就係識得去比衡量呢樣嘢，或者當佢係 Gap 界入邊嘅波子咯。係咯。啊，答一答翻阿 Rayson 嗰個1108先。係。佢因為嗱，洛仁玻璃咧專係做呢個汽車。的浮化玻璃啦，汽車呢其實最重要你就看看那個汽車行業的銷量，但是呢你看到內地的汽車的產量啦和銷量呢就慢慢的增長啦，越來越是減少的、嗯、始終之前跟大家說過一件事，就是財富效應、啊、你以前的樓呢 我一棟升300萬，我買了 Tesla60-100萬，十歲啦、啊。大家講緊內地啲樓嚇，即係咁嘅情況。咁你又諗下啦，一啲靠財富效應賺錢嘅人係唔會再疏爽噶。然之後，第二季已經出咗好多免税啊、購置税嗰啲措施出嚟、嗯。其實已經係炒起一啲車股啦。咁會唔會仲炒呢啲咧？我又覺得好懷疑咯。咁買突破我就唔係好建議，同埋睇下啲板塊相關嘅股啦，應該只六嗰只咩咧？福萊特係6865好似係，嗯，其實走緊下波啊！嗱，雖然做嘅玻璃係唔同，一啲光伏啊，做呢啲係做一啲防。住宅啊嘅玻璃為主，但系玻璃業整體嚟講咧，即係呢個板塊唔係資金青睞咯，所以我覺得1108你唔好太憧憬去突破可以上，即係如果啲股好咧，個板塊總係會有個整固啊，一啲調整啊爆上去嘅情況，嗯，唔係只唔係個板塊。不是個情況都好像1138那樣，即是自己厲害、嗯啊、我暫時看不到它浮化玻璃那裡有什麼行業消息是好過整個板塊咯。
其实咧，你喺衰退嘅呢个大因素之下咧，好多嘢你都可以套用到落去。你系惊佢因应住需求减低，生产就减少，生产减少嘅结果拉高通胀，或者令到各方面咧萎缩，唉，都惊。唔系话你推，系话系分析好。讲边只？走咗唔使输啊！吓边只？吓你系讲紧1138定系1183啊？咁啊，佢头先有冇 cover 到啲车股？车股就比亚迪今日唔关佢事，好似。但系唔靓呢啲咧，派我觉得派紧。近排嘅新星咧，175咧，我捞紧张图出嚟。175我都麻麻，2333呢只直情可以开红。2333系啊，好鬼麻麻。之前拣嗰只红俾大家。哇，佢真系好靓，真系可以同你落到去落几蚊先啊！而家2333个。系啊，大家 book 埋呢只咯，25288。啊，今日其实有单转一转啦，澳门取消咗呢个入境唔使要打针嘅证明。但系呢个其实啲人都觉得佢多嚿鱼啊，咁系咪唔使隔离啊 ？Sorry， 系要隔离嘅，依然都。多嚿鱼系啊，所以我觉得系 ，sorry， 唔好意思，听下电话先啦。系唔紧要，唔紧要。咁恒指又系咁样啦，唉，夹一棍落去又跌翻晒，差啊！咁啊，睇下做啲咩先。1760仲可唔可以入？呢、這個圖論以圖論圖，我覺得仲係可以入嘅，我覺得可以入以圖論圖，真係可以入。適隨轉變啦嚇，呢、這個你入唔入？但我覺得之後會有仲有個 uptrend 上去，適隨轉變啦。1415揸住啦，710。都定得住，啊幾隻都 OK， 得只6869先，嗯，哎呢只係1385睇住啊，有啲料到呢只，呢只要及實。哦 ，Andy 讲1183啊，呢、這个冇乜意见咯。1183，哦，哦，啊都好啊，走咗唔使输，系。唔系，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呢个市况应该训练咗唔少嘅投资者，就系最重要一课就系止蚀嘅能力。嗯，其实真系好难，好多人都交咗好多功课，真系好痛苦咁先学到止蚀嘅呢个能力。我不知道在座两位是不是都是这样，是可能是语重心长，我也是啊，大佬，希望大家可以帮鬼是即可以稳定一操作，因为真的很重要，因为指示都涉及到一些你即指责人都是，因为你要输得多你才知道有时 sometimes 个股市呢、一点都不是讲笑的嘛，是啊，是啊，这一真是各位觀眾及實啊，1385啊，直頭成日覺得咧呢、這個市應該好像都冇乜人贏錢。其實係噶，我想冇乜人贏錢。我想話咧，誒都唔覺得。我純粹分享我身邊咧一啲前輩啦、資深嘅行家，我都有同你講過，好多人都輸。係冇講緊係過去賣疫情之後，咪出現咗一陣牛市嘅嗰時賺嘅錢咧。大部分都嘔翻曬出嚟，正常，即係你係去到老手咧都會損傷，所以點解啲人話誒、寧願清倉啊，或者好似正林話齋，你唔啱話咪停一停先咯。我咁睇，係啊，我覺得係唔好用年資去睇一個人炒股。嗯，當然啦，冇啊，等於係啊，等於我用個例子就係話，可能有啲人打你用打交為例，你覺得一個在
在、街头同你 劈十几年友的人劲啲啊，定系一个可能入咗军校、可能一两年或者三年 去军训嘅，边个劲啲啊？我就会讲话，其实都冇话边个劲啲嘅。但系其实十年喺街度同你拼搏嘅人咧，唔一定劲得过喺军校入面训练咗两三年嘅人。即其实两边都是可以很劲，系，所以就不要用年资去看。我觉得很简单，边个有枪就赢。系，系啦，呢个最重要啦，即系子弹系嘛？系啊，喂，其实仲有一样嘢就是有人可以跟大家讲，例如、美股三届冠军，David Ryan。是不是即是平时出来讲那些废话的口水佬来的，这个不是三届冠军、啊、美股、哦、你知道美股很多的口水佬、啊、他那时候好像拿三届连续三年，他的总回报是、13.8 倍、嗯、他那时候拿冠军呢好像是二十几岁的、嗯、是啊，那时候是看看先啊，我冇記錯，嗰陣時好似係廿三四歲嘅啫。呢、這個 David Ryan， 嗯，連續三年總回報係13.8倍，所以唔一定要年紀大啲啊，投資得耐啲就成績會好啲，嗯，反而係睇下你邊間學校出嚟咯。同埋唉，真係你要紀律性好強，係啊，唔好成日同自己講定咗啲位之後去到個位你又唔肯走嗰下咧，永遠就係、是。我成日同自己讲咯，唉，落咗地狱啦，你唔走就三门噶啦，系就会蚀钱噶啦，所以快啲走啦。我真系好想睇一睇翻佢嗰阵时拎冠军系几多岁。而家恒指谂住继续怼穿墙啊！系。可能今天有沒有做這個、紅軍啊？沒有啊，沒有啊，不行啦，剛才選手難腳，是不是？我也是找回那個冠軍，那個 David Ryan 1959年，哇，1月1日出世，他在1985年至到1990年拿三屆冠軍，1985咁即系廿七岁咯，嗯，廿七岁开始攞冠军，攞足三年。嗯，咩？你讲起呢啲劲人咧，最近啲新闻你应该有睇到，就系印度巴菲特死咗啊，死咗啊，跟住咧佢咧其中几句嗰啲叫做投资格言咧，哦系，我都有睇。有一句咧就系、是、都几有哲学意思嘅，即系你话唔好，佢话唔好寻找十倍股，系你就会揾到十倍股。我应该冇读，我应该冇记错。佢就话唔好去揾十倍股，跟住咧你就会揾到十倍股。系，即系可能要再睇多啲点解佢会咁谂啦。因为纯粹一句说话又唔代表唔到啲咩咁，但系我就思考呢句说话，即系有啲你目的性或者太主观咧，会影响到你嘅啲投资啊嘛。系，咁可能系咪要叫你客观啲咧，再睇多啲数据或者啲咩？系啊，所以就。昨天都好像大佬都說過有哪一隻呢，他都說即是很還有不記得了，那些是越升越油的，昨天都是1415那個批，不記得了哪一隻，是這堆啦、啊、昨天有一隻哪一隻，不過要留意一下，大家留意一下這些股呢、會不會上大台，有些觀眾打去大台問，那就出事了。我沒看、哦、是不是晚上要開定一些大台看、啊，其实都需要看看、即是他问的时候就是时候退场，是啊，不是讲笑的，这件事拉我几次啊，那些好像维亚生物那时候炒这件事，疫情初期啊，真的去到这个十蚊左右呢，啊，是这样有人打上去问，即是吓我一惊那他最后怎样，即是你是炒波浪的，是吗？炒呢段咯，你炒呢段啫，哦，炒呢段咯，因为好正呢只嘢就，可以啊，你系最近呢一长跌啲棍呢跌，系嗰阵时就系大概呢啲位咯，嗯 ，hold 住系半身股啊嘛，嗯，上市一年几，跟住啱好有疫情，咁佢做啲咩咧？就系、是、做一啲
類似2269嗰啲啊，嗯，幫人哋做實驗室服務嗰啲，人民開發臨床嗰啲，即係有呢啲咁嘅概念咧，睇下。嗰陣時係炒好似269嗰啲業務，可能就受惠個疫情，跟住好靚啊！又係做咗個差唔多一年嘅底啦，哇唔係喎，年半啦，年半嘅底，然之後破位上，又炒到天花板，咁4.8上到10蚊，咁但係一上到大台咧就出事啦。嗰陣時市況係點先？冇而家咁差啦，一嚟都係嘛？啱啱大跌。2020年3月啊嘛，啱啱大跌，美股嗰度咧，啲人系咁话佢有啲电脑盘咧系咁缩落去啊嘛，跟拖累港股系咁跌啊嘛。电脑盘系啊，啲人话咁样。好啦，啱啱10:30啦，报一报恒指先。好，咁啊，而家就穿位，继续处于呢个怼穿墙嘅状态。系怼穿墙。咁啊，希望各位红军睇实啦。其实系咪都差唔多？如果你啱啱一开始就做红嘅，其实呢个时候可以系咪可以食红嘅？食一食先咧。我就睇之后大啲，我宁愿坐住先。即系你会报佢1950。我报浪咯，我报大浪咯。嗯，系啊，报大浪。嗯，好啊。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 take a break 先啊。咁转头会有 Leo 出现嘅。好，最后同大家见，拜拜。Bye bye。大家好，我是 Ursula， 今日嚟到搞搞震系列嘅胡说八道一分钟。呢、這个个名叫咩？其实我都唔知咩嚟嘅，佢哋叫我乱噏一分钟。而家咧我就抽一个问题，哇，好紧张哦！佢哋真系唔知咩问题，唔会太尖锐嘅嗬。最睇好同最睇衰嘅股票，哇！哇！我唔敢亂講啊！大家都知道我係嗱，大家都知道我係有 Up TV 燈神嘅稱號，我最睇衰。我呢排最睇衰一定系3800噶啦，都成日都讲噶啦，唔好买啊！大家千祈唔好跟我啊，千祈我唔希望佢，我唔希望佢升噶我。嗱，其实都合理嘅，我反向噶嘛，佢升系啱嘅，咁我睇佢跌，佢跌我都系啱嘅，点我都系啱噶啦。我谂美国嘅中概股认真，美国中概股嘅睇好啦，尤其是滴滴啊，都退市咯，仲有咩好睇啫？系咪先？一定系好嘢嚟，记住睇 Up TV。Hello， 大家好，我是莎莎，欢迎来到搞搞震系列。他们硬硬就要逼我要抽一条问题，跟住自己噏，看我抽到啲咩嘢先，希望他们不要做我啦。哇，喂，最喜爱和最讨厌的 Up TV 节目。唉，那我最喜爱的节目当然就是今日炒咩啫，同埋俾人 cut 咗嘅莎莎，唔系股市莎莎群啦，唔同嘅嘉宾啦，咁啊去相处啊，同埋去倾下偈啊，咁样大家就互相交流下感情啦，咁啊我都几挂住阿 Alan 哥啦，阿 Rafi 啦 ，Gary Sir 就好在仲有1:00黄家俊嘅节目我抢咗翻嚟啦。咁無啦啦就要同正南做節目，咁啊做咗呢一個嘅今日炒咩啫，咁都開心嘅，因為都正南都係一個比較正氣嘅人啊，即係唔似黃家駿嗰啲好邪嗰啲咁樣啊。最憎嘅節目咧就冇嘅。冇嘅 ，Up TV 個個節目都好好睇噶，所以唔記得睇今日炒咩啫啦。是不是行了？上几集呢就讲到李嘉诚家族的故事，咁上个月呢佢的家族又有一些出售英国资产的消息出来了。在3月份啦，佢哋家族咧就出售咗英国嘅资产，包括咧一栋名为系 Five Broadgate 嘅甲级写字楼，以及咧就英国嘅 UK Power Network 嘅电力公司。咁按公司嘅公告咧，呢两宗嘅交易价格分别咧就系12亿同埋150亿英镑啊，合共咧套现超过800亿人民币噶。咁呢两单新闻出咗嚟之后咧，好多人又开始提到李嘉诚逃离英国，但系事实又是不是这样呢？
透过梳理公司公开的资料同埋财务数据啦，就睇下成哥嘅资产到底系咪真系逃离咗英国噶。喺数据上边嚟睇，成哥咧喺英国嘅资产都系集中喺长和集团嘅。喺2015年至到2020年，集团咧每年嘅收益系大概600亿至到800亿，六年之间咧赚咗超过4574亿嘅收入噶。能够创造咁多嘅收入，主要系因为李氏家族喺英国嘅资产系非常之多噶。除此之外，李家另外一个的核心主体长实集团旗下主要经营地产业务，并且是同时拥有在2019年收购的英国酒馆 Greenleaf King， 每年能够提供大约100亿的收入。李家每年其实都可以从英国得到的收入分别就是长和的700亿和长实的100亿，合共在英国其实是赚了800亿的。讲完每年的收入之后，现在就跟大家看看成 Hello Yo， 又是我啦，又是我，又是我，又是我。大佬做什么？读个柠檬啊，都咁，都咁檸茶，系啊，系啊，報翻銀紙先啦，做緊19793點啊，咁啊跌緊129點啦，成交有346億嘅，咁啊如果大家唔中意我啲片咧，記得 like、share、subscribe 同埋 comment 啦 ，follow 埋 Instagram、Facebook 啊，唔中意啊，唔中意都要 like 噶，大佬，系啊，系啊，中意咁唔使講啦，唔使提啦，系咯，點啊今日炒咩啊？今日炒咩啊？咁啊，其實我就係嗰幾隻咯。呢個就係下一集做嘅節目嚟啊。係啊，所以唔可以講。咁啊，其實冇啊，你大家知啦，我嚟嚟去去都係嗰三四隻啊。1415啦，710啦，1760啊，即係都係呢幾隻。因為個市咧差啊嘛，係啲個股。1415跟住710啦，710係。係啦，依1760啦，1760係啦，都係呢幾隻。即系唔理個市啊，自己行咯。呢啲股就即係炒下咯。咩 Kiss Tech 走咗未啊？走啦，走啦！嗰日你同我講一講，一開始即走啊，走啦，即走位啦，醒目啦，係嘛？係啊，梗係要同你講聲啦。大佬真係好，係真係，仲要掹車邊掹到啦呢鑊？呢只正啊，係呢只嘢真係唔係因為呢只嘢冇計。个老板唔敢追上去，我真系冇计啊！之前自己炒咗一镬啊，炒得唔即系唔系太 OK， 都系咁啫嘛。系都系冇咩自己炒噶，系啊，咪班潮州佬自己搞。系咯，系咯，做唉唔好爆人咁多嘢啦。系咁啊，仲有啲咩啊？仲有啲咩咧？就即系1138咯，1138我自己冇嘅，但系咧頭先都繼續創新高啦，咁就同大家講點解即係航運股我麻麻，但係呢一隻就 OK 咧。例外啊！例外咧 ，specialty 啊，係啊，即係一嚟啦，個圖真係靚嘅，慢慢整個破位上；二嚟真係有啲憧憬可以炒下喎。咁就話嗰、那個澳洲嗰個 B 和 B 託咧，就話可能以美元計價交易呢啲鑽石咧，遲啲可能就係國際息啦咁樣。咁可能咧市場就要接受一個新嘅支付方式。係就係用支付寶啦。係啦，支付寶啦，係啦。係或者數碼人民幣啊。係啦。啊。咁啊，佢就做啲油啊同埋鐵礦石嘅運輸啦。係係。咁所以咧，即係有呢啲消息出嚟咧，就可以憧憬哦。如果人民幣計價的鐵礦石船越來越多，可能它的受惠啊、業務發展就會好啦，咁樣。但係依樣嘢唔會講聽日，或者下個星期，或者下個月啦。係啦，都係一個長期的，因為牽涉就係對抗美元霸權啊嘛。係啦，咁澳洲夠唔夠膽對抗呢個美元霸？佢唔係澳洲政府就冇講嘢，但澳洲五眼同係啦，五眼聯盟裏邊嘅邪惡族中國嘅其中一個一員嚟啦，所以得唔得咧？唔係五眼聯盟都盲嗰只啦，佢盲咗只，盲咗邊只？紐西蘭咯，哦，所有礦中嘅佢都唔出聲嘅，唔係咁佢係啞咗啫，唔係盲咗嘛。我因為五眼啊嘛，係啊，唔係五嘴啊嘛，五口啫，死啊，五嘴啞咗個，啞咗個，係佢係幫手夾夾嘢啫，係啦，夾下嘢啦，係啦，你越唔出聲咧，越做得多咧，就越夾得多 data，
okay. 你同佢其實就係佢哋所有同佢嘅同某個國家嘅 connection 咧，嗯，都互相通報，係即係其實純粹一個策略，策略係啦，即係嗰個扮聲嘅一個扮傻仔，係啦，其實就喺度睇緊你嘅，又要賺錢，又要做間諜，係啦，咁啊最好嘅一啲最規模最細嗰個就係、是、最好啦，係咯，咁佢。唔通出聲咩？佢都真係食緊人哋，即係食緊茶人哋嘅茶禮嘅。係係，咁佢都唔想放棄。阿 Libra 係問四一九啊，朝頭早講過呢只嘢就誒，朝頭早我哋睇法就係話，哦條數咧誒、虧損係虧損擴大到1.4億，但係咧嗰個收入咧就按年增長咗2.7倍。咁就係話咧，間公司仲未揾到一個盈利嘅方式，係啦。咁下面應該係睇緊，可能要收齊啲貨先踢得上去咯。係啊，都係咁啦。四一九等啦呢啲。咁啊，另外又依排都係啦，睇緊啲美股啦，即係之前講啊 HAD 啊嗰啲咧。係 HAD 啊。香港本地金融股啊，咁啊，係咯，真係好鬼誇張啊！上升數科。喂，估極都有喎，市傳賺咗好多億喎。佢賺得多啊！喂，因為佢夾啊嘛，佢話以我所知啦，話上市之後咧，個市場好似 net short 咗1,600,000股，嗯，然之後咧大手嗰啲錢咧，就好似一買咧就買3,500,000+股咯，係，即係夾爆啲空倉，係咁啦，呢啲咁啊冇啊，你啊睇下啦，嚟緊有冇啲差唔多啦，咁啊。我哋片头广告啊，成日出啊，树熊证券啊，咁啊826啊，咁啊一公摇系啊，咁某程度大家睇下啦，呢啲咁嘅股票啊，公完股之后咧，都其实例牌咧炒翻转嘅，咁啊今日个价其实都拗咗喺底度，咁其实你见到呢几日咧开始成交多咗啲，咁啊会唔会开始咦？部署定下一輪炒作咧，我覺得都可以睇下。咁啊，另外6128啦，咁啊，今日就回翻啲啦，25% 啦，但係今日就係、是、美股開市啊，掛牌。係啦。咁啊，都係啦，留意一下啦。咁啊，另外就係330啦，今日都做喺個高位嗰度啊，牛住咗喺度。咁啊，其實之前都有講過啦，即係，個陽燭越收越窄啦，會唔會其實短期到頂回調咧？咁啊可以後機啦。如果回調嘅話，可以揾翻個靚價去追咯啲貨。睇下會唔會做個整固，即係啲高位做個整固咧，然後即係可能當係由五月開始回調，做咗個整固橫區咁樣，就再鋪位上咯。係，都係。都是這樣，都是這樣做啦，炒股。新秀麗真的這麼好嗎？Gibson 都未出現。30多元回回下來，今天升10多%是這樣的，但其實10多%升幅呢，任何人都要，即是這樣的 size， 都要考量一下，是不是升得太多呢？是。那比我的話會看一看咯。嗯。它是追緊上去。是。咁做係追緊上去咯。我覺得值得尊重嘅，因為佢破嗰個位咧係佢嗰個底啊，其實係講緊係2019年5月開始橫行。嗯。咁其實做咗個3年嘅大底，而家穿位咧，我覺得就終於穿。係終於穿啦！終於穿。終於穿咧，就我覺得係值得之後再睇一段時間。係，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做紐西蘭隻德陽冇新發資源，好難反。係啊，所以咪咬咗咯。係啊，可以做咩啊？先咬咗。可以做咩啊？新西蘭旅遊咯，旅遊都冇。滑雪咯。嗰啲滑翔即係跳傘咯。係跳傘咯。跳啲咩去跳？嗰度有冇樓可以跳？你要揾，即係要揾，都要揾，都有嘅，幾層個都有。係咯，係啊，紐西蘭我未去過啫嘛，我唔知嚇。咁啊，仲有玩嗰啲越野電單車咯。係826可以趁小住博下睇幾多？
啱啱都提過啦，咁啊供股嘛，咁啊通常見到其實你大比例供咧，今時今日其實就個難度咧唔低，嗯，咁啊一公二，咁你其實都係要開會，咁啊要股東投票通過先可以做翻呢個動作，咁啊。但係成日都講啦，市差嘅供股啦，啊平價攞股票之後做咩啊？攞齊啲就炒高啦。喂，點解佢唔一公啊？佢唔二公一咧？因為二公一你將 mandate 係係唔需要開會就可以做啊嘛？點解要一公二？嗯，間嘢唔係冇錢賺嘅喎。喂，成率係零點，都係賺錢㗎。喂，佢賺錢按比個 percentage 係勁過700啊！勁過好多公司啊！喂，即係佢賺成幾千萬喎、啊。係。咁佢做咩做要供股？最大手工就係平價供，咁點解咧？執齊之後咪炒咯，轉主板。同埋開始賺錢啦嘛。係啊，點解唔轉主板啊？轉主板後期係幾多？佢都上曬數咯。係咯。如果係咁樣，點解唔轉主板啊？啊，所以咪供完之後轉。所以早排咧都見到啊，有啲文章啊，都可能憧憬呢樣嘢啊，即係轉主板。一轉主板個價又唔同噶啦。喂，俾我喂唔轉啦，直頭就整隻去美國上，跟住有幾百億市值啦，係嘛？啊，其實咁樣諗咧，其實香港嗰啲股啦，例如18226，係 suppose 如果8226可唔可以即係咁講，八仔可唔可以直接去美國嗰度上市嘅？ADL 可以，都可以嘅，係都可以嘅。咁如果你直接 list 嗰邊咧，可能真係要自己私有化之後再轉過去啦。哦，即係唔一定要轉，即係香港轉咗主板先再搞 ADL 嗰啲。如果 ADL 就可以就咁申請過去。哦，係即係掛 ADL 形式嘅掛，預託證券掛啫嘛。係。咁啊，依樣嘢就我哋睇下 Riches 其實點咧，佢喺預託證券買咗嘅嘢，其實攞嚟買翻香港個牌啫嘛。係。係咯。咁啊，可以用依個形式做嘅，但係我係佢第一轉主板就緊嘅啦。嗯。轉完主板先諗 ADL。係咯。或者再 spin 啲嘢出嚟喺嗰邊上。係啊。咁啊，始終玩法都係咁啦，大家見到，即係兩隻喺美國上嘅，講緊一年賺100萬，上一年，跟住前年賺兩三百，跟住一隊可能真係沽到10億出嚟，係，哇，另外一個模式咯，即係要炒股依啲咁嘅將我哋轉到主板有啲唔遠，係，咁所以你叫佢 P 咁低。你對翻其實賺緊幾千，完全係符合依個美國嗰邊香港嘅exchange 嘅要求，3000萬，3500咯，最後一係啊，咁你其實已經可以轉得啦。嗯，咁啊一公二之後咪之後執齊手飛，轉之前執齊手飛，跟住再轉。係。咁啊，所以如果係嘅話，其實可以跟一跟。係。係。咩啊？都合一上美國一手咩啊？750哦，係都係同一個玩法咯，係都係唔係？但係佢都係 ADL， 係啊，嗯，佢都係咁冇嘅。其實問題就係，當你個市場錢越少咧，越多依啲公司主動去揾錢啊，係即係去一個有水嘅市場，所以有些直頭是不 list 香港，直頭就去美國。咁依個牽涉到係再低啲嘅上市要求。嗯。咁何樂而不為呢？即係喺佢哋 position， 佢哋咁會咁諗咯。係。係啊。咁依樣嘢睇翻啦。咁今日其實講咗700未啊？大家都講咗啦。實講噶啦，係咪啊？實講啊！我冇事喎。冇事啊！係啊！恭喜你啊！我真係一個奇蹟嚟噶。我都覺係咪啊？個個都中曬，我都未中。我都未啊！我都未。你都未中啊？我都未中啊！你都係一個奇蹟嚟喎。係。咁有兩個奇蹟出現都就唔係奇蹟啦。係咯，係啦。又講下啦。咁700個業績就
收入跌咗 3% 啦 ，non-GAAP 盈利就跌咗 17%。係，咁個盈利咧就雖然跌咗連跌咗四季，但係咧個按季嗰、那個每一季個跌幅啦，按年係收窄嘅。嗯嗯，係啦，所以就 P/E 又十幾倍，咁可能對比啲美股嘅科技股，佢又唔算貴咁樣，即係可能啲人當都冇預期啦。啊，咪蛋糕咯！但系佢嘅營收即係個爆炸點已經唔爆炸咯，唔爆炸，所以咪個高開就完咯。係啊，所以其實依位我覺得佢翻翻320咧個位都有啲牽強，係即係其實頂啊，跟住過兩日啊又炒翻落咯，係啊，係咯、啊，冇真係都淨係可以咁睇，淨係咁睇嘅。其實即係我頭先同 Bruce 做節目嘅時候都係話。冇啊！你高開咗，如果有牛嘅，你咪即食咗先咯。嗯、如果你真係覺得佢，哦，於圖形上仲可以彈下嘅，食咗之後低位先留翻啲咯。係，係啊，即係咁樣做咯。冇咁，但大勢都係向下噶啦。係啊，自己睇啦，依啲長沽啊。咁啊，有人問只810啦，啊，橋紅啊，國際，佢都係攻完之後彈翻上嚟。係。係咯，咁啊，近排仲有啲。啊，做一隻 jump 啦，812啦，嗯，基石金融啦，都係攻完之後就彈啦。咁啊，係咯，公股啊，都係嗰句啦。市差嘅話就係肯定公股啊，平價攞手貨再炒。係係咯。咁啊，有依啲例子，咁啊自己睇只826啦。咁其實都係做差唔多嘅嘢。咁你見到其實依幾日開始納多啲貨，嗯，因為啲成交大咗啦。是啊、有心人是要攞多啲嚟供，系啊，咁啊，即系有咩嘅，即系点会攞多啲嚟供啊？即系明唔明啊？系，即系攞，因为攞多啲再供 ，suppose 系想佢嗰、那个攞多啲咯，就系、是、就成想攞多啲再炒起咯，即系集中啲咁样，再集中啲咯。所以其实你见到有依个咁嘅动作，就自己留意一下啦。我觉得系有一定商机喺度嘅，即系你要玩啲381啊，依啲咁你肯定係部署就係供之前嗰價就最好價，跟住扯高就已經有得食啦。咁啊，自己留意一下啦。咁啊，826大致上都係依個玩法啦，係咯。咁啊，另外就係1810，真係都唔使睇，可以沽呢只。你見到資金流出咧，太明顯啦。係咯，呢只扯完之後其實已經係咁沽，佢都同廢 Q 是。費機要蝕陪你慢慢玩啊，即係慢慢揼上去。另外一隻9988咧，又係大家可以 hold 住嚟沽。死啊！你睇下。係啊。哇 ！hold 住嚟沽喎，真上面一定上面派咗噶啦，之前反彈。依度咯。係咯，擺明派咗啦。係。跟住。咪懟咗上嚟依度開始派咯。係啊。係啊，所以其實係繼續。又係等穿位啊。等㗎啦。咪一派完咧，即係做完一個 so called 派貨嘅動作咧，就牛等佢懟嘅啫。係啊，因為實會嘅，到後尾咧，你有耐性，但係隔離嗰三姑六婆都冇耐性啦。係呢啲時間咧，反而係即係散户人踩人咯。係啊，所以其實最好係咩咧？開翻套 This is Plus HMVOD 睇下先。喂 ，HMVOD 好似近排有啲演唱會嗰啲做緊喎。唔係近排嘅嘢。都 keep 住做緊嘅 ，keep 住做緊，但係近排有啊 MC 嘛，有 MC 啊嘛，係我琴日見到佢宣傳車喺依個灣仔啊，係嘣一聲飛過，即係我諗住報警，飛快，跟住我望一望，點解孭上嚟啊？原來就係 MC， 就見到部書，當然好快，可能係我自己覺得快啦，係都係合法嘅，但係我自己覺得快啫，係因為睇唔到內容啊。要行慢啲咁樣啫，要行慢啲，要建議公司或者停喺度，係停喺度。係，我想睇喎，嗰個真係有 MC 喎。你問 MC 攞飛啊？不過你唔係女去咗啫，唔係咯，即係呢個世界有 J 真係難搞啲嘅，有 J 難有啲。佢都有追，所以即係你只要配合啊嘛。哦，咁你的樣貌如何？你的命運又係如何啦？你嗱粒同突先配到啊嘛，兩粒或者兩個突咁樣就爭啲啦。嗱，你真係會令到好多嗰個咩啊 ？GL 死啊 ！GL gay lesbian 仲有啲咩啊？哦 ，GLBT T 係咪咧？係啊。
佢好似唔系，好似唔顺口咁帮你读落去，佢系顺口 LGBT。LGBT 啊，系啦，系系顺口咁咪读。你果然系嗰行啊，即系就系、是、咯、就是。你咁讲咧，即系会得罪其他人啊。哦，咁冇计啊，我又得罪咗。系啊，咁冇计啦。系系啊，咁仲有啲咩好讲下？仲有啲咩好讲？唔系，我真系想睇啊嗰、那个。LGBT 唔系啊 ，MC 嗰嗰个演唱会真系我买咗飞咗，你买咗？我即系 HMVOD 嗰个。咁哦，佢有要俾钱噶嘛？唔系免费。288啊嘛。系啊，系啊，好抵玩。佢系点啊？大致上个 promotion 就系如果你系未系做会员咧，佢就即系你本身冇用开嘅话咧，就288。嗯。就送多七，即系买咗嗰张 MC 嗰张飞啦，同埋。有七個月的 HMVOD 的會員會籍咁樣咯。嗯，哦，啊、即係288就包埋嗰幾個月，再包埋你六個月。我見到六個月，七個月到六個月啦。我見到佢係另送六個月服務計劃，哦、六個月嘅係。係啊，但係就可以睇個演唱會直播。係啦、啊，哦，咁即係其實抵啦，抵啊！我上次睇謝安琪同埋方浩文都要300多元，係淨係都係網上嘅，都係網上啫嘛。哦、但是现在很多网上演唱会直播即将是啊我差不多哇我差不多香港所有直播的演唱会我都看了 Mira 有没有看 Mira 没有的是的 Mira 本身没有没有网上直播嘛他不是有吗但不是好像后尾那几场后尾是的所以没有、啊、所以没有了、哦、本来我想告诉你我都买了那个不过是的就是看 Lucy 很喜欢 MC 哦是啊 Lucy 是阿李灿森的女儿李圆圆啊，哦，即系好中意 MC 噶，系啊，俾粒过期嘅糖，哇！你讲呢啲我系，唔系即系你成日都，唉，我真系唔想唔接你啊！你自己嚟，乜讲？系咯，乜讲咩啊？吓，咪佢话，咪佢拍咗段片，我觉得好励志嘅，系啦，咁就话。有個鬼佬俾粒過期嘅糖，呃咗個小朋友走。哦，係啦。如果唔過期咧，就好啲嘅。係過期咧，即係食壞人。哦，係咯，就係咁樣咯。咁啊，正南另轉身未配對到，你有你道理啊 ，Kit。我成日都覺得你對好多嘢都好有經驗啊，同埋反應好快。係啦。咁我唔會踎低㗎。你唔會踎低嘅。只是另轉啫，會唔會趴喺度咧？唔會，唔會，係啦，所以係最好一路都唔好另轉啦。係咯，最好唔好另轉啦。係啊，咁啊，報翻銀紙先啊，仲有19803點啊，點解118點啊？成交有390億嘅，咁啊，去到依度其實都跌定咗啦，今日。係暫時跌定咗先咯。係咯，700再睇一睇咯，都係依啲位咯。我覺得其實上翻去320真係難。好盡咯，我覺得好盡啊，好盡我覺得，其實好盡啊。今日係最高係316，我覺得覺到咗噶啦。其實你唔好多，你揸4蚊噶嘛，320。喂，你就咁估到20% 收袋啦，咁啊，係啊。同埋今日咧高開咗之後，今日個成交已經係尋日全日噶啦。但係其實係三日都有散户入啊，咁啊，仆街啦，咁啊衰。喂，咁係咁，咁啊真係衰。喂。講埋啊！咁你仲唔依啲位置做佢啊，大佬？係啊！咁啊，冇你睇翻啦，成交多三日四日係正尖流入嘅，其實都唔多。係啊！咁啊，都係之前嗰陣低位炒上嚟咗有咯。係，所以好嗰陣時咧，即係提住同大家講啊，唔好信啊！嗰個反彈，啊、逢高位往死裏沽啊！嗰陣時22000點。跟你講話，哦，1600至2000億成交，那個是李克強多，啊，唔係李克強講啦，嚇到窒咗啊！即刻，李克強話要支持經濟啊嘛，係啊，咁啊，但係問題就係短期嘅唔係真係冇你好簡單，你信個市話俾你聽到，即係高位大成交係再破位嘅。再破位嘅，你又睇住啦，睇住啦，即系明派噶啦。佢咪行上嚟咯，咪嗰几日真系有支撑抢咯。系啊，但系问题就系、是，其实只不过唔系咁多人沽啫。系，咁少少资金其实拱咗上去，跟住又派翻落嚟。
成個市都係咁咯。最多個期嘅食物好似係鄰近嘅經濟體，月餅都可以翻新加工，幾叻？唔係啊，佢哋係攞嚟中午飯同炒辣椒啊嘛，月餅。係咩？名菜嚟噶。月餅炒辣椒。啊，乾烹月餅蛋黃。O K， 真係好撲街。哎呀，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好多嘢都系讲笑嘅，我哋即系冇咩恶意嘅，系冇恶意啊，系咯，相关部门就有可能你冇试到咁啊，你都有份啊，你有份啊，我唔到你吓，你都有份啊，静咗咩？系啊，睇稿读嘅啫，系啊，又冇我名又死啊，系咯，可能死啊，系啊，讲下笑啫，讲下笑啫，咁啊，报多次人次咧，仲有19,795点啊。咁啊，跌緊127点啊，成交有396亿嘅。咁啊，今日星期四啦，听日星期五啦，如无意外，星期六就星期六啦。咁即系正正地得翻一日，得翻一日，自己谂啦，自己谂啊。系啊，咁啊，睇住 long weekend， 都唔系 long weekend， 所有 weekend 都 long 啊。系啊，咁啊，自己睇住啦，咁啊 ，take a break 先，一阵间再嚟倾啦。好，拜拜。